就是他，门需要有人去帮忙一下，快哦，我快抓钱，送你们，送你们，门是不是送你们？对，我们的门需要帮忙，他是无敌啊，对他无敌 ，QQ 啊，手榴弹，哇，你们异口同声呢，因为我们被同一颗炸死，对，好家伙，只能捡光头。空头是长怎样啊？有空头是箱子啊，箱子啊，但其实东西箱子，箱子是就我看到了，就钻石剑啊，炸弹而已。偷看一下哦，手榴弹、炸弹剑啊，没关系，先拿。没那么强，哎呦，这个炸弹怎么了？我不知道，我突然懂不了。这么徒手干嘛？该不是在我们家吧？有点怕、啊。传送门放了，传送门放了。等一下，泱泱，你的发光呢？嗯，要用哈、哦。嗯、用一下。OK。嗯。然后他们有人想要用红魔鬼，红魔鬼，对，嗯，红魔鬼呀、啊，就是站在我们家前面那一只。哎呦，要死我！黑魔鬼，大坏蛋，大坏蛋，大坏蛋的蹦，大家都懂哎、欸，都会耶，很会，放你的箱子，凶巴巴。好了啦，哎、红队用厄印水晶，我啦我啦，嗯嗯。啊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嘛？国王帮你领钱嘛，帮你刷卡，帮国王刷卡，用国王的卡，太夸张了。对，哇，你们上面要弄很久、哦。我、把钱都存下去了。哇，已经杀了十个人，加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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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有更多人来喽。雨月，你是在岗位上吗？啊，我在岗位上、啊，超多的、欸 okay ，就陶兰，可以那个免洗就去免洗，等我们的那些附魔好。是陶兰冲上，你可以被射哦，你小心一点哦。有，我上面堵得很好，他很难瞄到我。哎、欸，这石头人也太像忍者了吧！突然石头，哎、欸，他想要炸啊，想要炸啊！突然变石头人跑过来打我。哎、欸，我会那个，我就会那个，是不是太太低了？太低了，哦、太低哦。嗯，太低了。你们是有人在付吗？那个付还超满。我怎么又那个？我们的幽灵有人在炸哦。哎，附魔的小心哦，太堵了哦。幽灵有炸。离远一点。哦，那个。我们家有一个人。好了，剩底下了，剩底下有活尸。比较麻烦的了。哎呦，再打。哎，发光了，我们发光了。活尸好硬哦。那个这样我们也没办法基础附魔。杰克，你没有有点高，有人来了，没有做保护啊？是不是底下没有啊？啊、哦！谁来了？我要先买食物。雷，他记小心后面。我们的幽灵被挖了哦。嗯，幽灵，我上不去，没有方块。我给你，等我一下。好不？我在外面有过一把，都等到你那边了。空吗？好空。杰克小心哦，杰克小心哦。我知道。他们在外面守门，他、啊、进来。对，哪一个？是不是跑你那边了、啊？对，是这样子。每一把都跑来我这边。哎、欸，小雨后面，小雨后面，可以玩吗？啊，炸好炸满了，啊，好痛哦！等一下，光这些，你没事吧？哪里？哎，我吃附魔了，楼上，那迪亚吗？他们剩一颗血，没事没事，有没有偷袭耶？我在买食物的时候，哇，你偷来了耶！对啊，他们哎有炸弹，装比较厉害，所以很危险哦。对，还少一个羊毛，还少一个羊毛。哦，这里啊，好，炸掉了。他们有哦，隐形的优势，他们有九桃狼。他吼了是不是？我吼的。哦，是你吼的。哦，谁吼？谁哦吼？对啊，好东西，好的，好的，太强了吧？对啊，武器有点过强三封三啊，所以刚刚那个很危机。逃派的，逃派的，开始射箭了。那底下面，所以我们小雨有石头吗？有。还有，我靠，球哥，上面有那个是？为什么路上怎么办？啊，你们有人是冲前面的吗？哦，我是装备不够死回来了，才说你们，因为你们的附魔台很高，我也没办法附个简单的。现在可以了，龙都被炸掉了。快，龙岩快，龙岩快，被炸掉了。等一下，龙岩开，先上去。
没有，因为我这边有一把风势的啦，想说要给谁？我被石头卡住了，那个不知道给你们给谁？啊有，你可以先拿着，我现在没都被叠上去。有那个水母都射下来了，好那个啊，刚从珍珠好那个啊。对啊 ，F 三加 A， 先买。哇塞，我吓到了，我被攻击了。你被谁攻击了？我的桥被攻击了，左边那个桥。左边那个桥。嗯，一个很爱打架的人。嗯，一个装备很爱打架，你们要小心。他动作好怪哦。什么意思？熔岩块，熔岩块也需要那个箱子，很像1.8打法。哦，好哦，就挥超快的那个，又是连打吗？不是挥很快，是他盾牌跟剑都按着。哦，盾牌太神了吧？对啊，这前面这个，哎，来哦来哦，那个 OK， 小心哦。有，他可能有一个强三。对对，我是不是？他丢东西，有炸弹，炸弹哦，炸弹哦。我离开了，我离开那了，离开那了。换的速度好夸张哦！又爆冲！小心小心！他又在冲，稍微小心就好。他在那边丢了一颗炸弹，不要靠近。是国王吗？是有什么瞬间？对，是国王，是国王。哦，还有国王，他们的国王的血，他们国王的血。他死了吗？他死了吗？他恶心，我给他恶心了，我给他恶心了。他自己在那是不是？对，国王怎么可以这么快？前面国王在前面，可以打。前面哪里？谢谢。在我们的在混战那边，混战那边。太多人了，全部都蓝色。嗯，对啊，蓝色的人很多。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可以上面围弓箭支援，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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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好，你好，弓箭支援，围炸弹支援，有炸死一个，炸死一个，可恶，我们跳起来，哇，超多人的耶，23个不够。我碎碎碎，这弓箭漂亮。家里怎么这么火？好像很穷的人呢。家里又烧起来了，他们一直放鸡蛋呢。这个好火啊，好火啊！家里都火起来了。有没有需要这么火啊？我有睡哦，小雨。谢谢。小雨也不是你，是吧？我没有再回他啦。你不是谢谢。没有。后面，小雨后面。啊。这里这里。PVP 好扯哦。对啊，超凶的。他可以瞬间换盾，又可以换弓箭哎。很会，很会，很会！他速度好快啊，好快，真的！拉弓的速度很快，他当了，他当了，惨了！他被学校同学讲说他很快了，完了，哇，很快啊，哇，快快，哎，小雨，很快啊，好不划的意思吧？划了，你跟镜头都炫耀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小雨到了，枪哦，小雨上面有人，上面。厉害厉害，小雨啊，真猛，真可怜哎，哇！又不是我说的，就是你说的。我没有只说快谁，我只是说。你别说了，你别说，我们懂，我们懂，我们懂，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。小雨他很难过哎，我不知道是你们在说谁，我没看到他。没事没事，我们知道就好，我们知道就好。哇，他们分数最好快啊！他们一直在炸那个吧？水母，对啊，水母还在过啊，水母还在过啊，我在过。快炸侠，那水母是，我在过啊。哎，他们国王的血，他们国王血有，水母我过不了了，有人在往更高了。爆炸保护也可以。哇，被射杀，先基础装备炸。快那个国王怎么了？哎，肚子饿了吧？没有人命，哎呦。被我们的红魔鬼，我们的红魔鬼被挖了。嗯，我们快幽灵要被弄了，幽灵被弄了。这样，哎，快去帮！还有红魔鬼，你可以吗？哎，好。哎啾！啊，哎啾！打他一下吗？哎啾！为什么收不到他？外面有什么有吃东西的声音？是谁啊？哎呀！哎呦呀！那个熔岩块也需要在一个香香。嗯。喂，什么？你那丢东西的声音？哦，又是鸡蛋，又来了，鸡蛋哥。吃东西，我要。蛋哥。超烦的。好啦，你小雨可以买一点食物到。好，地狱门那里来弄。也要买一下，快饿死。他快死了，他快死了。有些精品鬼国王是不是被自己的鸡蛋哥弄到啊？哎，不知道。刚刚不是饥饿吗？对啊。为什么他死掉还有牛排？
捡到的吧？哦，我捡到，好厉害哦！哎、欸，瞬间知道死在那里，瞬间知道有任务的时候，把它丢出去。哎、欸，哇塞，这能力有点厉害，不是我在说，他是四长年华，哎、欸，这里怎么就幻线爆了？我说他尸体掉牛排，我靠！说明他是牛啊！他其实那是人肉，你看错了啊！哦，对，突然有点可怕，听起来有腥味，吃什么腥味这样子？太可怕了吧！是是是是，可怕，说不定是刚好。这火真是天哪！我的天哪！消毒火，真的，这个火不知道在干嘛。啊，对啦，弓要给你啊，忘记。我有强三，我有强三，你拿你也拿。哦，好啊。两把比较实在。嗯。把我丢。嗯。还要更快吗？快，还要更快。太快了，太快了。哎、欸，有隐形哦，有隐形哦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隐形吗？有，相信我，两个隐形的。好、哦。隐形会发光吗？啊，对啊，你好亮哦。对，有没有天眼啊？有没有天眼？有没有天眼？啊，我买个，我买个，等我一下、啊。我开，我开。好，哇，红魔怪有东西啊！真的有，家里有，家里有。啊，有看到，看到。哦、oh! 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崩嘎喽！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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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。家里楼上有一个。楼上还有一个，楼上还有一个。乔，不是那个杰克在你头上。哦、oh! ，我在我头上哦。红魔台那里。嗯，对。还有装，还有装，嗯，石头人，石头人，石头人真的很爱来我们，真的，因为他仗着自己是九桃的优势很硬。石头人，哦，要去哪里？把自己越堵越夸张，那么多洞 啊，在那里不能干嘛、啊？我送他一颗 TNT， 嘣！你们在炸吼？他们好像又想要弄我们红魔鬼。嗯，怎么丢在那边啊？卡住了。哎！啊，怎么了？怎么？行哦。哎呦，那颗炸弹很漂亮。OK。死了！有了，碎啦！还想来啊？有活食。要吃的吗？哎，又有人走进来了，又走进来了。可以吃的吗？哈？要吃的吗？有这边。有。他呢？鸡蛋，又是鸡蛋哥。哎呀，他自己死。地狱门那边有一个人，他七滴，五。他自己烧起来，自己烧起来，自己烧起来，他自己烧死。你为什么一直喊烧死他？烧死他自己啊？他自己会烧死他自己会烧死。他自己会烧死，不要诅咒我。啊？我想说啊？不要诅咒我。黑人问号，哎哎，怎么又你啊？别挖了。哎、欸，我没见死了！啊，我是烧到，我是烧到。我有，我刚捡到29根。这个火持续多久啊？还是就不会消失了？用稿子敲掉，用稿子敲掉，稿子敲掉。超麻烦。地狱门他们挖掉喽，地狱门比较难守。好、嗯，没办法上去。他有弓是不是？有一个弓，然后另一个人在挖。跳过来了，我们打掉他就好了。变灭火大队啊，这个。把他打到矿坑去。你们有人要装吗？海星，你有钱吗？可以买一些炸弹或者是箭矢资源上面。我在补。好，我拿了一些炸弹了，我去丢他，我去丢他。地狱门的暂时射掉一个，另一个人没办法。哦，小雨你要小心哦。好。另一边有人来哦，小雨。好。啊，炸弹，炸弹了，炸弹了。举盾，举盾。哦，掉下来了。没事。走路。哇，地狱门要掉一个了。嗯。那几钱也太多了吧！我射死他，加分啊！好爽啊！又是这一个石头人啊！一定要拿弓箭，这样好麻烦哦。太喝了！蹦嘎，炸死一个！然后那地门等，先别炸。好，我停手了。好像你。哎、欸，我放了箱子。来弄红魔鬼啦！啊、哇，他那个红魔鬼那么帅、啊，杀了他，杀了他了。OK OK， 分数，我们先要想办法赚点分。嗯，好。我过去他们的幽灵那边。嗯，你们有人要装跟我讲哦。
都一直在付。好，我可以跟你拿一点。我是用叠的吗？我现在就用叠的吧，反正他们那么爱炸，超烦的。我看到一个哈迪冲回来。看到一个，会不会是冲死了？我好像有眼角的余光看到。从中间冲回来，还没穿成。我的鞋子。突袭炸国王失败，我鞋子漏的。哦，你是要附魔鞋吗？還有人钻进我们家。对，我刚刚有人讲，刚好丢一双。我们家楼下这边开赌一下，我这边没有了耶，还是我刚刚丢掉了。哎、欸，怎么都没东西，扣分。我知道是好魔鬼啊，好魔鬼啊，好魔鬼啊，好魔鬼啊！哇，那我们前面的洞好大、啊，哇，被炸的好难走啊，这个哇。来来来，要稍微小心。没事没事，有的是红魔鬼的那个。一下都买剑石。啊，附到投射物保护、哎。可以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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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，你可以给前线。当然好啊。好好好好，我等一下给你拿。后面有红魔鬼，我回走喽。直接去我们家里喽。几楼几楼？一楼二楼。一楼，他爆冲了，他要上去了。撑五十秒，撑五十秒。他又在用火焰了，又在火焰了。哦，他又要火焰了。又在烧，又在烧。我觉得他自己都控制不了他自己啊。无法控制自己的手了。稍微小心就好。当自己火焰石头人啊！坦坦，我来啦！等一下，他们上下。主要是装备，有那个石头人来了。被我吃下去了，被我吃下去。你要投射物保护的还是保护伞？好，投射物保护可以。好，等一下。我不打近战，近战我没办法打。我合一下，我合一下，因为好十秒，我们这样怎么打他们？赌博啊！你射回去啊，射回去。哦，你在这吗？你可以提供钱或是赌博啊。哎，第二天快结束哦，快结束哦。他们有三个拿弓哦。哎，家里有人啊！没关系，好，我看看看看，第二天结束。你东西看还在不在？我全身保三的哦。看一下，看还在不在？看看有没有在地上。他没有什么吸到，有还在，还在，还在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可以吸，可以吸。你自己捡，你自己捡。没事没事，没事，吓死人！等一下换个装。哦，耶！哎呦，有人要修一波了。哎呦，